这块是 YW Rover 的扩充板，那它上面有内建的一些东西，那所以拿来改装成理化的实验装置其实还蛮方便。我先来介绍一下这块板子，那这块板子上面从类比接角开始看，这边有一个rotation A0， 就是它是一个可变电阻。那再来 A1 在哪里呢？ A1 在这边，它是一个光敏电阻。在 A2， 这个是 LM35 的可以测温度的。好，那 A3 在这个旁边，它是空下来给我们可以接的。A4 A5 呢在这边，它其实就是要准备给你接那个液晶萤幕的。好，那类比接角就这样子，这五个。那数位接角呢，从D0 D1 开始，在这边它是可以预设让你接那个蓝牙的模组的。好，那D2 D3 做了两个按钮的开关，好，这个对我来讲还蛮重要的，好，选取模式的时候都靠这两个了。D4 在这边是一个 DHEE 的那个温湿度感测器。好，那D5 在这边它是一个 buzzer， 就是那个蜂鸣器。D6在这边它是一个 IR 的接收器，在这边。好， D7 D8 空下来给我们用。好， D9 到11被RGB 的 LED 用掉了。好， 90C 都在这边。12 13就是另外两个可以作为指示灯的 LED。 好，那这个就是 YW Rover 的上面内建的。好，